啊，一点不粘，看没有？一点不粘，看没有？嘎嘎好使，活动真的，9.9块哈，两只啊，4块多一只哈。你是几点呢？你还上课？过了啊，不买去吧，白下这价格了。能搞个活动哈，能不买？哎呦，老天爷呀！没上学啊，今天星期几了？这边是护肤霜啊，我说不是护肤霜吗？这边我说错了，没上学，今天星期六了哈，这边上啥学？儿子脚啊，没事哈、啊，他呀、啊，他磕了，他天没有都伤没有好过，来跳十三下架去啊，跳十三下架，这边9.9块两只，你看这么大，给你收起来都，你看护肤霜，看没有？日本的，你看这手，你看，看，你看。这个手抹了，这明抹了手，看俩手哭出去了，能看纹不能？能看不能？亲们，效果能看不能？手纹能看不能？贼拉好使，面霜也好用的，有啊，9.9块能干啥？亲们，真的买不吃亏，买不上当，搂起来，拿进一小手，姿势要快，手势要快，姿势要帅，成爱单到你家好用，拿的东西就是多少克？80毫升的。阿弟们拿这个就是以人家咋说，以什么？这怎么说？拿就是说引不是引你们的，就是让你们就是下单好用了再回头的哈。这个哪里啊？这深圳发华穿短袖啊，牙膏也好用啊。都过了哈，这个过了亲啊，不买了啊。你们买单去试试得了，真的。日本今天也星期六嘛，日本跟咱家一模一样，亲们哈。这是护手霜，阿弟们，这是护手霜啊，护手霜。过了吧，都趴了吧。染发剂遮白发呀，亲们，我刚染完头发。来，这还有四单这边，说话有点像东北人。哎呀，我和东北人在一起，我跟东北人在一块儿待时间太长了，亲们。刚来日本3年，和日本人在一块儿，和日本人啊，和东北人上班上了3年，来认识大郎，身边的朋友全，身边的人认识几乎全东北的，到处都东北人，亲们。你说你没有东北口话，给你带勾了的给我。和好多人我一说河南的，没人相信啊，多就感觉你像东北人呢。真的好多人觉得我像东北人，大家去哪里了？啊！不要提主播伤心的事儿，老公给人家，哎呀，又去宠别人去了，又去翻别人牌了，现在把我打到冷宫。哎，谁把我弄到谁从我冷宫接出来？哎，哥宠我，咋宠我啊？啊？哥18000里咋这么宠我？你要哪一个新乡的老公去给别人？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这话没有啥大瑕疵，是没有毛病。老公去忙了，去加班去了又。小太郎啊，不怕你才正宫。我头发是烫的吗？不是烫的呀，我头发自来卷，我头发可不好了，我属于那种有没有跟我一样自来卷的？我从来不拉直啊，基本我从来就是我都是这样的哈，但我准备烫一下再去。我太搞笑了吧，主播的心在滴血，还在那搞笑，哪心能搞笑啊，说都真的。好了，过了啊，就不卖了啊，过了啊，基本头发刚染的。来，水乳去买过没有？这套水乳你要不拍的话都白关注我了啊，基本对自来卷不好，你看看没有精华水，哇，老铁看看啥精华水，看没有？脸松垮垮，体毛拉筋毛质，干纹细纹，抬头纹，法令纹，川字纹，对抗岁月，大干皮，沙漠肌，超补水，皮肤暗黄暗沉，去黄提亮。你用都这个啊，好不好用？亲们自己说，一定要买一套，日常价格是39.9块一瓶，这个是39.9块，加在一块是39.9块是68.8块。今天买这一套多少钱们？买这一套哈多少米？亲们，买这套的话是688。78.8块，你现在买的话69，省十米，阿们省十米啊，宝宝们，一套才多少钱的呀？一定要买一套，可千万不要小看哈，这个便宜啊，日本的啊，没虎嘴没八嘴，没狠活气，没有黑科技，你只要给我次机会，都让你跑不了。我看你拍的段子以前皮肤很黑哈，为啥呀？因为现在化妆了吧？一化妆的话，因为水土吧，还有一个水土很重要吧，另外一个就是吃的东西吧。对，我皮肤以前可黑啊，我以前不好，我以前不化妆哈、啊、
大家都说哈，看我以前照片，发照片，哎呀！但我一回中国，我一回中国，你看我回到日本是不是有气质了？我一回中国就不行了，我一回中国我立马都胖，就变形，没有气质哈。啊，对，日本水挺养人。都买没亲们这一套哈，一定要买一套哈，染发剂上车啊，要染发剂吗？要用我染发剂啊。日本的水真的挺养人的，你来日本你都会知道的。你来一个星期你会发现它的东西哈，你的皮肤哈比以前好。你们一盒要两盒亲们，一盒和两盒价格不一样哈。你要一盒亲要两盒，一盒你们可能不够吧。我衣服好看啊，哎呀妈呀，亲呀，也不行哎。要不要染发剂？你们要吗？要不要？吃东西健康，对，它清淡，没有油水儿，这点真的哈。没有，它没有油水儿哈。你看我们吃饭，你叫我们家炒过菜没？都没有开过火。哎呦，老铁呀，昨晚歇会儿。两盒不挂上去了，就给你。哎呦，坐在外边跟聊会儿天多好。来吧，买吧，嘎嘎好用，嘎嘎好使，走过路过，哎呀，好多鸽子啊，亲们，跟他看鸽子，鸽子啊，我可没有东西喂你们啊，亲们，看鸽子多不多 ？Hello， 你的中国话的瓦嘎伦 ，Hello， 看没有？你要喂点东西，咔都过来了，亲们，你要一根面包哈，都过全过来了都。日本鸽子可好逮了，但没逮，这白发，这白发。你们天气哈，我们这儿现在不冷，东京啊，而且我倒想去东京，没有去东京去哈，没去东京啊，我打算去东京哈，不知道还去不去了。日本不吃东西啊，日本不吃啊，包括日本的乌鸦，到处日本乌鸦更多，到处都乌鸦，日本乌鸦不能抓，日本乌鸦是好，日本乌鸦也受保护哈，逮个鸽子哈。逮不了，又是护肤霜，多好用，还香香的，还滑滑的，还保湿，挺好。听见乌鸦叫，乌鸦也多，日本的，啊，乌鸦也多。蓝莓还要啥？快点说去吧啊！大点干，早点散。几点呢？三点半了，我丫做饭呢。哎，今天吃什么？来，你看这一套，就买这套吧，不要要别的了。你看这套，你们自己看点水。哇，我就喜欢有蚊子哈，你看我就喜欢用这一套，我自用款，真的不用不好用不推荐，不好用跟不卖给你们，不好用不可能卖给你新粉哈，我让你们回头了，不是来骂我的，让你们取关我的，让你们来黑我的哈，姐妹，咱让你们卖一单就回头一单的。你看光这精华水好不好，不好看，脸松垮垮，体某拉筋某致，干纹细纹，抬头纹，法令纹，川字纹，可以对抗岁月，大干皮沙漠肌，还超补水，对不对啊？你皮肤暗黄暗沉，还去黄提亮，对不对？你该有，你上个年龄的人，你试试，姐妹，不要小看这一套，69块钱，姐妹，要不搞活动的话，我跟你说吧，今天搞活动69米多省啊，省10米直接，真的，我都卖两三年的，有没有知道，老铁？去买一单吧。你中国做饭啊，今天大郎不回来吃，啊，今天大郎不回来吃，看没有？小分子特别容易吸收。我今天搓了粉底液了，看没有，老铁？看没有？这白发，头发染了吗？头发染的还有黑色吗？我头发刚染完，刚染哈。有护肤霜啊，亲们，你找大郎啊，不找他，去抓他呀！我拿那个去抓他呀！这时间我挣点米去嘛，我挣点米，我赶紧手里挣点，赶紧跑得了，对不对啊？大郎都不用想了，今天俺俩我这两天为啥天天失眠，知道吧，亲们？就老想大郎俩事儿哈。真的，我倒想真的好好过日子哈，我想原谅他。但是你看他回来这一年了吧，呀，今年算一年回来了，天天在家也住。但是谁对谁都没有点想法哈，没有一点点，就是你想回根本过不好。一他本人他也没有回这个家，啊，他现在每天还出去，啊，而且吧，俺俩他现在不，俺俩没有交流，你知道吧？我就心回不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要上过一点点，他断了吧，俩人再试一试，这感情能回来？你这俩人4年分居了。他跟你不交流，也不在一起睡觉，也不在睡亲们，你想想哪来感情啊？啊，亲们，这心咋暖回来呀、啊？我是真的，我是没有这能力再俺俩再回去了，好不了。所以我在想哈，我只要找到合适的话，我就跟大郎离了，我搬出去。
找过来黄昏脸。但是我必须得手里有米啊，姐妹，手里没有米都白瞎了哈。所以说现在最重要的话就是一套房子，啊，现在啥都有了，就现在都差一套房子哈。我现在手里的吧，你要买一套二手房吧够，你要买一个破房子吧也够，但是你要买个好的哈肯定不够。啊，套啊，不给啊，姐妹，他就现在我现在一说去东京买房子，他不同意，你知道吧？他不想让我走。这多好啊，姐妹，人家新的一年人家出去了，人家去找去了，人家玩去了。